各位清楚，今时今日咧喺香港要安全咁举行弥撒圣祭咧，唔系必然嘅，因为喺呢个时间咧，接近玫瑰堂啊出边就好多防暴嘅警察，琴晚都系，所以琴晚有啲教友俾电话我，唔知点算咧，嗰边啲神父使唔使撤走咧？我即刻俾电话嗰边嘅神父。神父話咧，佢話我都裏邊冇乜事，即係出邊係有警察。咁話聽朝離殺點啊，佢話我哋會繼續會開嘅，所以變咗佢哋今朝繼續有離殺。我哋都特別為佢哋同埋為整個香港繼續祈禱。剛才第一篇讀經咧係嚟自舊約嘅最尾嗰卷呢個馬拉基亞先知書，有冇聽過呢個先知書啊？都難記呢個名係咪啊？所以有些人記咧，容易記就叫馬拉高啊，馬拉基亞啊嘛，啊喺舊約裏邊45卷最尾嗰卷。這個馬拉基亞佢生長喺個非常之好艱難嘅時代，因為當時嘅以色列子民咧，即公元前第587年，佢哋被充軍去到巴比倫，後來有機會咧能夠翻翻去呢個猶太國，咁啊已經生活咗幾年之後咧。他们相信先知宣讲的是一个充满和平和正义的王国，不过实际上他们所见到的仍然是充满着偷野，充满着压力和充满着暴力的一个时刻。因此很多理由使到人失去对天主的信心和对先知的说话感到灰心。于是马拉基亚先知听到这种抱怨之后，他没有发怒，他明白人处在这个困扰的环境的时候，这个很自然的反应。他明白到他不需要谴责或者责备这些人物，反而需要给他们安慰和希望，给他们勇气。先知说这个是真的，他们的生活环境虽然很恶劣，但是未到绝望的境界，是需要继续信赖天主的助佑和安排。在昨天我们座堂的圣经牧民组就举行了一个叫做圣言培育日，就有20多人参加，那些人来自堂区议会或者是圣经圣言宣读组和一些的组的组长等等。昨天朝九晚不简单，今时今日即能够一起聚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其实都是一种的要付出的。同埋喺琴日完之前，大家分享嘅時間，其實好多人好掙扎。喂，有啲人喺新界突然走嚟，交通方面啊，即係好多困難。有啲人不如唔好嚟，但結果都嚟。嚟嘅時間，有啲人都擔心會唔會都悶咧，講啲咁啊。經過咗朝九晚之後，又唔係喎。原來好多嘅活動咧，好有意思。特別有啲活動，譬如話有啲個問題咧，係講你自己遇到咩問題，然之後呢邊咧就有啲聖經嘅答案。咁大家對照嚇，你睇人哋嘅問題，或睇自己問題，人哋俾一啲，哇！原來聖言咧真係好有動力嘅，特別有一句嚟自啊，就話恩寵同埋平安由天主父同埋耶穌基督賞賜俾你。呢句説話好有動力，都係聖保祿宗徒每一次嘅書信之前之後都用呢啲説話。原來平安真係嚟自主同埋父所俾到我哋。在这个活动当中也都讲活出圣言，讲一些的揀三段圣经，然后他们经过自己默想，然后用一个演绎的方式，过程里面其实都很活泼，就是讲现在的处境。但也都看到原来真的祈祷是非常之重要，祈祷能够安定人的心，不单止一个祈祷，而是有信德的祈祷，怀着信德的祈祷能够更加显出上主的大能。在第二篇读经里面，圣保禄宗徒对这个当时的德撒洛人这个信仰团体，因为当时他们都遇到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些基督徒呢，他认为世界末日就快来了，耶稣即将来临，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人类，这种可以说较为天真的看法来自一些宗教狂热者甚至幻想者，有些人甚至他说这些思想是来自天主对他们的启示，明显这种的情况呢，这种宣讲令到团体引起不安。其中有些人说，正因为耶稣就快来了，使乜工作啫？工作都没什么意思，所以他们浪费了时间，对些人平头品足，他不用做事，就只靠人家帮他，因为这样的缘故游手好闲，
多管閒事，講是講非，破壞團體。於是聖保祿宗徒要介入提醒他們，再次提醒這個基督徒團體要記得聖保祿宗徒他自己怎樣立一個好的榜樣。他從來不會一個游手好閒的人，聖保祿宗徒都沒有加重其他人的負擔，他宣講福音不是求其他人的回報。可以說他看到我們要具體，要具體，要生活的，不是得個講字或者游手好閒。昨晚我去到這個馬鞍山主持離撒，其中有六位的弟兄經過幾年的培育準備，他們接受這個終身執事的修錄禮。其中有位弟兄都是我們座堂聖言宣讀組的 James， 這個冼家亮弟兄。他們這班人其實都有自己安穩的家庭生活，都是大部分是一些專業的人士，有些是醫生，有些是律師，有些是校長。可以說他們願意不單止是滿足自己一個安穩的家庭生活，都希望能夠和太太一起為整個教會的需要，特別繁衍之後教會有一種使命要聖化這個社會，這個世界。所以這班人都有社會的經驗，藉著他們的專業怎樣能夠經過培育之後能夠投入這種處境當中。我們知道天國已經來臨，不過未曾圓滿，正所謂 already but not yet， 是開始了未曾圓滿，所以我們繼續需要去參與這份的建設。在這個培育過程當中，這些候選人他都有發覺到自己不足的地方，都有欠缺，不過他們很清楚靠天主的助佑，他們只是說我願意，我願意就說雖然現在我們不行，不過我們真的靠天主，讓天主使用我們。就好像在前日的時間，也有一位弟兄跟我說，究竟我是不是要繼續行，很多事想，但在秘境當中他悟到最重要我願意，其他等天主帶領呢。就好像你們結婚，誰結婚的？你們可不可以舉手哪些人結了婚的？是吧，你們曾經宣布過向全世界說什麼？望著對方說，我無論環境順逆、疾病健康，都會永遠愛慕和尊重對方，願天主垂鑑我的意願。你們有沒有說過？有沒有說過？有沒有做過？即是有做，不過還要繼續改善，是吧？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那個我願意很重要，就好像我四十年前升神父的時間，我們講六次的，一般結婚是講兩次而已，是吧？我們講六次，最後那次我們說靠天主的助佑我願意，所以這個是真的需要天主的助佑。雖然現在是這樣，但我們可以繼續做一個很積極的人，一個喜樂的人，和一個感恩的人，是靠天主的助佑。在路加福音，路加知道我們這個作者在公元的大概85年所寫的，而可以說距離耶穌升天之後大概50多年，其實已經是第二、第三代的教徒，他們都經歷了當時一些政變、一些災禍，甚至整個耶路撒冷都被摧毀了，而基督徒也都面對很多不公義和受迫害的犧牲者。面對這種悲慘的事件，究竟怎樣去面對，怎樣解釋？耶穌沒有正面去回答這些問題，也都沒有答應跟隨他的人免除一切世界上的不幸和災難，甚至可能都會為了福音的緣故，工作上、財富上、名義上都會有損失。但這些表面上的衝突，但是不障礙天國的繼續來臨。那些為基督而犧牲自己的人，或者看不到他們撒下種子而結出果實，但是他們肯定的，他們撒下的種子將會結出豐富的果實。這個世界未必能夠認識他們犧牲的價值，或者甚至忘記了他們，不過天主記得他們，天主的審判是有價值的，在義人復活的時候，他們的賞報是豐厚的。在前幾日星期三，在我們座堂的聖母山，有班青年人自發有一個叫做贖罪祈禱的聚會。由於當日其實都氣氛很緊張，都有成百多人來，在網上同一時間都有600多人參與。在這個聚會當中，可以說面對社會的矛盾衝擊，在追求公義和和平裏面來說，其實都感覺到一種無奈感的，無論在教會或者個人裏面都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們主要不是要譴責哪一個，而是我們求天主寬恕，因為我們有時在言語上、在行為上都會傷害其他的弟兄姊妹。
在当日我们都有个时间呢，静默三分钟，或者跪下，或者站在那里，我们求主的宽恕。特别我们听到福音，主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掌权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真正掌权的人。纵使在生活上我们有困难有迫害，不过主是时都与我们同在，同埋佢俾力量我哋，俾智慧我哋去面对，所以我哋需要求圣神驱除我哋内心嘅恐惧，最重要唔好让内心嘅黑暗不断对我哋讲说话，让我哋心中嘅爱火唔好熄灭。我哋求圣神继续帮我哋燃点呢份嘅心火，求圣神坚强我哋。所以今日三篇嘅读经亦都俾我哋三点嘅反省。第一，面对不公义的情况，人可以愤怒，但你不可以有仇恨，因为仇恨会产生更大的暴力和仇恨，唯有爱，唯有信德，才能够给到人安慰和希望。第二，天助自助者，祈祷不是帮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祈祷只是我们信赖上主，求天主给力量和智慧我们去面对问题。一个信主的人就愿意继续在逆境里面仍然信赖上主，仍然做一个积极的人，做一个感恩的人，以及内心可以有平安的人。第三，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有时都会跌倒的时候，但主耶稣基督仍然深爱着我们，与我们同在，为我们祈祷。他要我们在他之内能够获得内心的平安。他说他在世界上我们人仍然会有困难或者受苦，不过主耶稣基督向我们保证他会赐给我们平安，因为是他掌握整个人类，他已经战胜了世界，他的爱是能够战胜一切。请起立，我们共同宣发我们的信德。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官爵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明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恩宠，同享光明。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怀着信德继续为香港社会和普世教会的需要向慈悲的上主呼求。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求主以圣神的爱指引教会不断更新，彼此劝勉，普施救恩。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香港社会祈祷，求主安慰怜悯被拘捕被迫害人士，尤其年轻人，陪同他们以和平理性的手法为社会公义作见证。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基层人士祈祷，求主赐他们勇气坚持不懈，常能克服困境寻求突破。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主教座堂维修工作祈祷，感恩上主眷顾，使维修第一期工程即将顺利如期完成。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为各自需要向主默祷。求主按照他的旨意抚允我们的祈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慈爱天父，刚才弟兄所讲出的种种异象，向你这个信仰团体共同的祝福和盼望，就求你以你自己的仁慈，并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以上的祈祷。阿们。各位请坐，而家是开始圣祭礼仪奉献咏，请大家一起咏唱颂恩第217首、第217首《仁慈的圣父》。Thank you.
请起立。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诚心祈祷，期望仁慈的上主收纳我们，共同奉献这个感恩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仁慈的上主，求你使这些呈献在你尊威台前的礼品，能够推动我们诚心地侍奉你，并为你带来永恒的福乐。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时时处处感谢和赞美你，实在是理所当然，并有助于我们获得救恩。基督藉着逾越奥迹完成了神庙的工程，解除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枷锁，使能够分享他的光荣，得称为特选的民族、王者的司祭、圣洁的邦国、属于他的子民，并且能够到处称扬你的德能，因为你召叫我们从黑暗当中进入了奇妙的光明。为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上座者、宰祭者和全体天军，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祝圣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信德的奥迹，上主，仁慈我们怀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在分享基督地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宗座处理汤汉书记以及全体圣职人员，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亦都求你垂念其他去世的人，使能够享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能够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正配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且能够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愿一切诵经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当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为着感恩的心，现在让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祂教我们的祈祷在圣神之内一起向天父祈求和赞颂，这样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